2014年3月，河南兰考，我的同事定格了这样一个瞬间。习近平充满深情地当众朗诵了一首词：“魂飞万里盼归来啊，此水此山此地。”这首《念奴娇·追思娇忆录》是1990年他在福州任职时写下的。在习近平公开发表的作品中，专为某一人而作的诗词仅此一例。时隔20多年重提旧作，深意何在？百姓谁不爱好官？什么样的官才是老百姓心目中的好官？2012年底，就任总书记不久，习近平来到了太行山深处的河北富平骆驼湾村。到这儿来的，我是下了点雪的，我跟那儿河口块踩下他，到这个台阶上，我说你可慢点去，他说是哦，你也慢点去。后来俺们又待了会儿啊，又去那儿看了看猪，猪在窝里了，我说老，他也老，我给买了个白菜叶，那小猪猪就出来了。我说你还会教猪了，那是我也是农民出身。一开门啊，是个总书记。后来这当时这个地下那就站不下了。后来我就这个烧了炕，总书记看我烧炕，他也就烧炕了。哎呀，那跟俺们这个炕上一烧炕，就得盘腿嘞。你会啊不会？他说我会。过了那儿又看说，因为早上你们在吃什么饭？后来总书记给了这个山药蛋了，挺好吃。后来这个一转身啊嘞，就在门前那个小子上就看到这个，看到我这吃这个药了。你这个药是治什么病了？好，我说总书记嘱咐嘞，保养好身体。习近平说过，他花时间最多的工作是扶贫，他心中最牵挂的是困难群众。来骆驼湾之前，他就要求看真品，绝不允许弄虚作假。原来骆驼湾人均年收入不足1000元，而今这里修新路，建新房，开了农家乐，以前村民从没想过在穷山沟里也能赚到钱，现在对未来越来越有信心。小康路上，不让一个人掉队。正因这样的牵挂，一场史诗般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战正在上演。4年来，中国贫困人口平均每2秒就消减1万。减少近6000万。习近平怎样定位自己呢？他对井冈山的乡亲说：“是人民当家作主，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帮你们跑事儿。”新华社记者的镜头记录了这位大勤务员跑事儿的许多瞬间。这是下一路。他来到港口时下着大雨，他把裤脚卷起来，打着伞，和工人一起趟水走路。这是冬天的阿尔山，他顶着零下30多摄氏度的寒风来到边防哨所。在执勤登记本上，他签下自己的名字，对战士们说：“我和你们一起在这里站岗。”4年来，习近平的脚步从未停歇。这里这个穷山沟里来，这是我们穷山沟里的福气，是我们中国人民的福气。你呀、不错嘞，是吧？牵挂别人的人，自己也被牵挂着。聋哑女孩王亚妮一直忘不了习爷爷来到福利院时和自己打手语的情景。
福利院住的都是孤残儿童，在这里每四个孩子和一对夫妇组成模拟家庭，让孩子们感受到家庭的温暖。那一天，习近平向妈妈景凤英伸出手，像孩子们一样喊了声妈妈好。当时习近平动情地说，有一颗感恩的心很重要，所有的人都要有感恩的心。究竟什么是好官？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我觉得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在我们身边的官就是好官。跟我们老百姓上日分钱日分钱算账，这不是官就是好官呐！知道咱老百姓为啥哭为啥笑的，积了金色银色，遇到了落色一清色。能够支持我们放手科研攻关的，能领着我们高举改革旗帜，勇于攻坚克难的，能打老虎，能拍苍蝇，一审左折，一赏甩杆，就是好官。能够带领我们实现民族腾飞梦的官，就是好官。律我坚堤，会他千金成璧。为了做好人民勤务员，习近平甘当小学生，向百姓请教。每次中央出台重大决策之前，他都亲临一线调研，问计于民。十八大后，习近平第一次到地方调研，就来到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在这里提出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他到哪里都深入下去，听取群众意见，把群众的地位上升到我们国家的决策。中南海始终直通人民群众，十八大以来，中央的每项决策都指向人民呼声最强烈、要求最迫切的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让每个人心中的梦想变为现实。依然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胆肠如洗。这位苗族大妈家里没电视，第一次见习近平竟问怎么称呼你，村主任说这是总书记。习近平握住老人的手询问年纪，随后说你是大姐。见过习近平的很多人都说他特别随和，就像个久别重逢的亲人。习近平是个不忘本的人，正因他的强调，一句不忘初心成为中国名言。半个多世纪前，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动身前往北平进京赶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再次来到这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迎接一场新的赶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归根到底就是民心，唯有扎根人民的人才会深爱人民。他就是从老百姓当中造出来的，所以在我们老百姓都是特别好。2015年春节前，这位黄土地的儿子带着婆姨彭丽媛回到他生活过7年的陕北黄土地。让年轻村民惊奇的是，习近平竟然叫得出很多乡亲的小名儿，还记得村里每条沟每道坎的名字。40多年前，青年习近平就是在这里和村民一起放羊、挑粪、打坝、
看书，在这里入党，成为支部书记。他们六个支球就坐到这一排炕上，九天儿他就在这个位置上。来这里一下子待了七年，我的人走了，但是我把我心留着。我从那个时候我就说，今后如果有条件有机会，我要从政，做一些为老百姓啊办好事的工作。心中始终牵挂着人民，也从人民中间汲取着无穷的力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请跟我走进中国照片档案馆，继续打开国家相册。